唔係在分配任务哦，嗯，我从这里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讲什么战术哎，真的，白痴哎，讲的有建设性的好不好？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讲战术好不好？各位，离攻击时间还有十分钟。余班长，三层楼人质会在哪一楼？反正不会是在一楼，让我们轻易的得手。那有可能会在二三楼哦。对，有可能在四五楼。嗯，你再废话没关系，专心一点好不好？班长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们要从正面攻击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稍安勿躁，学姐，你在一夫从左边进攻，阿布拉大伟，你们从右边到达攻击点之后，先清出一个位置，方便我们从三楼向下垂降。班长，难怪你要我跟你一起从正面攻击。对啊，谁想看到一团猪肉从天空掉下来？我，班长，我要在哪一个制高点狙击比较好？你要找一个可以掩护你的地方，记得每开完一枪之后要变换射击位置，才不会被敌人发现。还有，你的位置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前进的同时没有办法顾到四周，所以你要看得清楚我们，随时告诉我们四周发生的状况。是。其他人准备盾牌绳索。是是。有把握吗？一半一半吧。我只知道我们学的战术都一样，待会我们从左右边进攻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有人从左右边夹击我们。记得到达攻击点，开完第一枪之后，马上卧倒匍匐前进，不要成一直线，务必要做到混淆视听，懂不懂？是。待会前进的时候，先投出烟雾弹，等到能够掩护支点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前进。到达位置之后，先朝废墟开一枪，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位置。嗯。为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啊？敌人知道你的位置，就会朝你开枪。那么你也就会知道他们的位置。雷芳，你到达狙击点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要协助垂降下来的人员，因为他们在垂降的过程里面是没有掩护的，只能靠你。是。开始行动。其他人按照刚才任务分配开始行动。是是是。墙角两侧都有引线，顺着引线啊，把爆破器装上。动作，是是。确实把引爆器装好，不要到最后不会炸啊！是是。国产已经进入狙击的位置了，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。其他的人应该会从正面尽量阻止我们进去。王班长跟邱班长一定各带一队，从左右包夹我们。林磊芳。请回答。报告班长，林磊峰就定位 ，over。
雷芳，注意一下，顶楼有敌对方的狙击手。是。好，我知道。时间一到就开始攻击。陈班长说双方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前线预备，双方调频。接一号，调频到。收到。收到。剧院二号，剧院二号，所有人调频到了，可以开始攻击了。开始攻击。剧院一号，我是雨山人，准备投掷烟雾弹。这两个是囡仔哦，算几工诶，拢唔知影人倒来，应该伫这附近找较早囡仔伴。我先去看看。好，呀。弟弟，弟弟，你到底球放哪里呀？走，我们快点去找。班长，他们已经冲进去了。准备引爆！4、3。炸！报告班长，有民众闯入爆破区中。重复，有民众闯入爆破区中。什么东西啊？停止攻击！报告班长，有一名民众闯入雷区，还抱走了两名小孩，请求指示。指挥所，指挥所，这里是G1号，请求停止攻击，等待确认。G2号，回报你现在的状况 ，Over。剧院二号报告，剧院二号报告，目前所有人停止攻击中，目前所有人停止攻击中，完毕。啊，这是要你们自己要乱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
我们国军正在里面演习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这位长官，这两个小朋友出现在里面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只眼睛居然没有看到，还爆破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先生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在我们国军演习的这四周围，都有贴上国军演习中请勿进入的标语。更何况，所有的弟兄在执行演习的时候，都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当中。这两个小朋友突然闯进来，难免会有所出事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这两个小朋友在里面出现，你说在执行任务，还说没有看到，你想推卸责任是不是啊？如果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先生，如果真要讲道理的话，你们是这两个小朋友的亲人，没有好好的看顾他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有责任？好啊，我跟你讲道理，人是我进去救的，要讲道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小刚，别说了，是这两个小鬼头自己乱跑，我们有错在先。长官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先走了。走，没事吧？确定？嗯，我看。呼叫指挥所，呼叫指挥所，状况解除，状况解除，两队可以继续执行任务。Over。剧院二号，状况解除，继续攻击。剧院一号，状况解除，开始攻击。丙，我要到现场去看一下。不用担心，现场都没有陈排长看着。不行，我还是要过去。毕竟鬼雷是我们特种队设置的，我比较了解状况。班长，是谁闯进来啊？我是神明哦，你问我怎么会知道冲到的跟你在一起？你哦，赶快看着前面吧。你要是让我吃到子弹的话，我就从后面补你两枪。班长，你放心，这坚固的。你们两个，下次不要再给我跑到这种地方来，被你妈知道，看她怎么修理你。好了啦，阿奇，他们两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，要怪他们。你们两个下次不要再乱跑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打勾勾。还有你，好，记得要听话啊。有信号吗？收不到，收不到。大嫂，大嫂，收到，请回答。余善人，在接到下一个指令之前，继续你的动作 ，Over。应该不会是王胜人的声音吧？怎么可能？如果他在这里，刚刚赖虎就会告诉我了。